那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是《海上的人》。哦，那个有一句话说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哈。所以就是我觉得是在中秋节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大家离乡背井，漂洋过海来到美国。We're gonna make it.